散，朦胧中看着你背影转呀转，夜已深天已亮，看着疲惫的你还在忙，写在脸庞，儿女依然是你的牵绊。妈妈的手撑起一片天空，天真的孩子以为无雨无风，妈妈的泪默默地在心。你嘛听会出来，几乎只是咧安大大志对无？是啊，也毋过吼，赵胜几乎是咧安大大志，啊，伊讲的话，嘛确实予大志看起来较安心的。大志就是安尼啊，伊自细汉就安尼，人讲啥物伊拢相信。阿妈佫讲吼，阮大志这叫做戆人有戆福啊。我嘛是呢，我都上以前嘛常常讲，我是戆人有戆福。你看我即马娶到你，无有福气啊！无得卡吼，亲像咱即款戆戆的个性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哈哈哈！水啊水啊！哇，牛啊！哦，宝莲，你写真好呢。来，宝莲，搁摆一个你上喜欢的姿势，把佫翕一张吼。啊，准备哦，一、两、三。哦，水水水水水水水。小姨啊，有想要学跳舞无？啊？食水果啊！阿爸阿妈，食水果啦。好好。宝莲来。哦，这米果恁哥。真歹买嘞，会足贵个无？买啦，啊，就伫天母迄边，因送阮食个啦。妈，食恁个，妹妹咱食恁个，哦，足香个，有闲哦，食一撮看卖啊。小君药啊食袂？食药啊啦，已经咧睏啦，嘛无阁发烧啊。春天后母病，早暗天气拢会较冷，因还阁细汉。你要甲带去别种遐，你家己爱较注意，唔通阁感冒，啊无一个就拖过一个。我知啦。好啦，妈妈，你别烦恼啦，来，食恁个啊。对啊，爸。爱今早毋是讲你拍算要过银行退休的代志，啊，不然你决定安怎？哦，我正想要甲你讲这件代志。其实前两天我才把退休的文件送出去啊。是啊。是啊，学校已经开始在筹备啊，明年就要正式开始，所以希望吼爸爸会当较早过去。哦，阿爸，阿姨当时要来？差不多一两个月后啦，要不过这嘛要看银行，要我安怎配合。退休哦，这是无啥啦。啊，不过即马上唔甘的，就是
啊，得要离开这住遐尼久的宿舍啦。所以我讲嘛，聪个啊，你嘛好开始计划一下。我和你妈妈搬去台中了后，你是要家己住，还是要搬去树林和你小弟仔住做伙？当然嘛是搬去树林，跟因小弟住做伙啊。跟因小弟哦，打算创业啦，家己顾起工厂，无眠无日。假使恁两个人会用搬做伙，一家人嘛会用互相照顾啊。妈妈，你嘛好创个含贪意哦，因两个人去决定啦，啊。无抓着伊两个少年翁仔某吼，也是要家己过家己的生活。你还阁无了解恁囝？伊吼是趁一百开百二啦。我感觉吼，因还是先俭钱，家己买一间厝，才开始家己的日子，安尼哦较实在。妈，查某囝拢伫家呢，才恁无阿面子。你阁会烦恼讲，因听有无？我阁烦恼讲，你听无我讲的话。妹妹，爸爸有乖无？有啊，你看，查某囝拢讲我乖，你看。啊！你是咧找啥？我前几工摕去送洗的衫，刚洗转来啊。在上桌边啦。哦。啊！你明仔载要应酬哦。嘿啊！阮头家就讲吼，要请全部的人去饭店吃饭啊。是哦。啊，是要庆祝啥？啊，知。全部的人拢有要啊。飞弟也记着知影。啊，阮小弟伫咧树林遐开工厂，环境袂歹呢。你想咱是家己住较好，还是搬去家己做伙住？我拢会用的啊，看你啊。哦，啊，你拢袂想讲要过着家己的生活？妈妈讲的嘛有道理啦，会当省哦，就省啊。敢会你甲妈同款嘛是老观念哦？你们讲赚着钱一定要先起来买厝。买一间厝，敢唔好？哪有啥物偌好啦？迄买厝的人拢去遐厝白条，你敢唔知？上无你该烦恼银行贷款的问题，对？啊，佮有啥物风灾啦、水灾啦、地动啊，里里扣扣一大堆的，啊，厝若歹去，是毋是还佮家己修理？上海你有拄着歹厝边，我甲你讲，想要搬你又搬袂去，偌麻烦的。迄若租厝就简单啦，啊，若拄着啥物款的问题吼，搬厝就好啊，轻松自在。等你看爸。啊，伊嘛是无买厝啊，银行阿姨宿舍嘛住到真欢喜啊，敢毋是？你感觉这条安怎？你是安尼想的哦？迄当然咯，你敢无感觉恁翁讲了真有道理？迄人生吼，都爱活在当下，爱及时行乐，安尼知无？我是感觉讲，无过去安尼啦，咱来树林阮小弟伊附近吼来找厝，啊，大家当住较近，嘛当互相照顾。而且你哩要上班的天母，爱嘛较方便，哇！好啦，妈妈无反对，我拢会用的啦。哇，你蛮好啊，淑君，啊，搁有倒位无爽快无？无。若是搁有倒位无爽快，啊，甲妈妈讲知影无？知影。行，我哩传妹妹啊。七岁哦，怎样安尼饲的？等下啊，你着甲姐姐甲妹妹哦，这题目你们也查一下，
姐来啦！哦，跟阿妈讲再见啦。阿妈再见。再见。妈妈，阿翁要出来去啊？小姑奶要去哦。是啊。小姑奶。长得好尔，今仔日就要出去哦。我紧啊妈，啊小君吼，伊伫咧厝嘛关遐济工啊，但今仔外口天气遮尔好，带伊来山顶行行，遐空气对伊嘛较有帮助啊。实在恁啊，为日头，管恁也管无偌久啊。哎呦妈，啊无安尼啦，归去我搬来台中，甲你做伙住。啊！一世人阿你管，安尼毋就好啊？去上班啦！阿妈讲再见啦！阿妈再见！阿妈再见！再见！志俊，过来。妈，我来去啊吼！哎，西装啊！好，再见。来来来，爸爸甲你问吼，临边看到人，爱记你讲啥物？讲 Good morning， 知无？讲看袂爱 ？Good morning。嘿嘿，乖乖，来对妈妈做伙去。好，行。Good morning。那讲好用哦，这两卡拢足好用的啦。啊是讲哦，用料无同款，价钱嘛无同款。这个较俗，啊用钉较薄啦，啊这较厚。你再看哦，你想要用倒一种？四种。哎，歹势哦，你先看一个。我给你接过来。真惊哦！我加上四种。嘿，啊这上大支迄底裤嘞？啊，我袂记叫货啊。啊这是嘛？歹势啦，我今嘛有事来打电话叫。哎，唔免啦啦，无我去别间找好啊啦。歹势啦，你敢是今仔着爱用着？嘛毋是啦，我着想讲有出来啊。啊，你安尼走一撮，啊无安尼啦，我即来叫货，啊明仔载货若送来，我再叫阮翁替你送去。哦，毋免啦，一支地果尔。袂啦，啊着近近啊，伊顺续着好啊。安尼哦。是啊，啊你拢阮个老客户啊，互你走一撮，我顶多较歹势啦。安尼看嘛是对啦，你做小姐个时阵吼。伫某几行介绍我用迄面霜哦，我用到即马拢还袂换呢。啊，无安尼，我真心给你啦。唔免唔免，明仔载我物件送去给你，你再摕就好啊。好啦，恁这细将的哦，足敖做生意的啦。无明仔载吼，真麻烦你啦。好，歹势啦，你早一撮。歹势吼，算惊哦。一早就叫你补货啊，啊补到搁捡袂起啊吼。是的啦，我告诉你。哎呦，阿红啊！来，水啊，莫改，莫改啦！啊，这哪会当吃啦？阿我是甲你讲过，买出来这尔一只算。我唔是甲你讲过，这石头莫放在这，我是要放在关的囡仔摕袂到的所在，放在这偌危险的呢？你敢那骂伊敢听有哦？呀，干嘛来洗手？干干干！多谢哈，啊林刚，若是讲你阁有啥物需要，再阁甲我讲。好啦，后摆阁甲你叫啦吼。多谢多谢。上来无偌久，你弄袂了啊？拄好卖完啦。真
那是拄好，我是送货的。这每一间的生意好歹吼，问我，我上知影。敢若算我一个月来恁遮几桌吼，算算下就知影，你的生意是上好的啦。快上来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在遮在遮。这条麻烦你听换新的。有啥物啊？这内底哦，应该有被开的。啊？这麻烦你替我换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今仔日无加站呢，我明仔载再补来给你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这麻烦你吼。好好。多谢啊。多谢。想袂到，阮某已经练成绝世武功啊！什么绝世武功？你袂记哩啊？拄开店的时阵哦，伊拢烦恼啊，逐遍我若送来，拢爱一塌一塌，拆开姜渣才阁包转去，无法度伫遮买予人家，浪费时间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我就甲你讲，无咱来练武功，练迄种吼，一看。就会当看到内面的物件的功夫，你搁笑我嘞？啊，你即马毋是练琴啊？嘛，敢若有闭开我才听会出来，我有气甲，还是拍开才知影。哎，会当知影有闭开，就已经真无简单嘞。即马连气甲，伊拢想要用讲一招，用听的甲伊听出来。你面色无甲好看嘞，你是毋人无爽快啊？应该是感冒啦。你敢若有小可发烧呢？敢要去阿伯看麦嘞？不要紧啦，阿伟外口转来，当然麦较热，应该是感冒啊。等下小休一下哦，就无代志啊。好啦，安尼你紧去休困啦。阿红甲阿芬呢？甲去后加上你老顶啦。阿红菜头爱食无？爱食。嗯。阿红呢？无爱食。无爱食，拢嘛爱食，唔食身体会健康，知无？哎，我今日衫少少啊。哎，阿芬的衫。阿芬的衫。爸爸的裤。爸爸的裤。阿芬的衫。阿芬的衫。你等下啊。阿红的裤，你等下。阿嘉生，爸爸。啊，恁两个有乖不？啊？乖嘞。细强无甲你讲哦。啥哪呀？安怎？锁匙差点吞咧巴肚内底啊啦，安怎？食锁匙。是我袂记你敢毋敢换一个所在睏？这边哪会当怪你啊？拢是我毋对，我无应该互甲因两个放伫遐，啊煞无伫边仔甲因顾咧。哎呀，你莫甲责任吼拢家己担啦。我加上个脾气就是安尼，过两工外就无代志啊。这嘛无甲我加上个生气，我毋若囡仔顾无好，伊前几工就甲我讲，迄地顾无好，叫我会记你补。我还是袂记哩，结果今仔日人客要买茶果，佫害我甲上嗲找几波。就是袂记哩叫花啊，这嘛无啥。店内面遐尼无闲，都要顾囡仔。
小姐，你真正辛苦啊！这哪有什么辛苦啦？囡仔大部分的时间哦，嘛拢是乌家送在带。我只是咧想讲，我哪会这尼啊含慢着？连顾一个囡仔嘛顾到安尼。你想，今仔若毋是乌家送看到，啊，若真正把钥匙吞了，看是要安怎？哎呦，你莫阁怪家己啊！啊，店若无闲，总是有无注意的时阵。那无，咱甲阿宏甲阿芬，马上去尼姑因家好不好？袂用的啦，母人出事无偌久就住伫尼姑家啊。我才咧想讲，啥物时阵要甲囡仔接转来。啊，你即马搁要甲阿宏甲阿芬送去？我知影你二舅唔敢贸然互人带啦，也毋过店内边的代志遐尼多，我看吼。我无赞成。我倒上遐尼疼阿芬，莫讲是我。我告诉你，一定嘛袂答应。若无安尼啦，咱请一个员工好无？咱才一间店尔，也毋是家己做袂来啊，哪会着搁开钱去请人？小姐，我就是无想要看你遐辛苦啊。再搁讲啦，阿弟咧，你身体有较好无？感觉倒会无爽快？有吃药啊，明仔载透早睏饱，应该就无代志啊。好啦，起来。结果恁头家请您是为虾米啊？啊，就头家讲伊想要移民去日本啊。去日本？啊，这公司虾米来管啊？谁来管？开始找头路啦。啊？哎？哎，差不多要九点啊呢，啊，你毋是爱传宵夜？我先来洗身躯啊，下面再搁讲。爸爸妈妈，吃宵夜啦。哦，你买了土豆粥啊？是啊。茉莉因呢？今仔日哦，走来走去，有较忝啊，已经要睏啊。哦。爸，妈。是个细伙啊！啊，今仔日才乖，准备要出门去应酬啊。啊，伊常常咧让我讲应酬较济，啊，即摆好啊，规即摆开始拢免阁应酬啊。嗯，啊，大人大正啊，哪咧讲话啊，无正经啊。讲的是正经的啦。是安怎想？哎，啊！你妈妈问你，你哪唔讲话？无啦，啊！着阮公司的头家啊。你头家安怎？讲伊想要移民去日本。啊，迄公司咧？啊，着讲唱片的生意这几年足歹做个啊，所以公司着收起无要做。那安尼，你有啥物拍算？是当啥物拍算啊？要找头路啊！
你敢毋是讲唱片的生意歹做？啊，你出去找头，讲遐尔简单？是我歹来啦。哎，不要紧啦。阿聪的这几年啊，虽然拢伫唱片公司做业务，也毋过即摆业务的人才哦，每一个公司拢需要啦，无问题啦，来照顾啦，来吃吃吃。我家上吃饭啦，阿妈给你吃好吧？好。你去吃啥？米梯好吧？阿红啊，提箱子阿妈。来啊啊！好吃哦。阿芬，阿妈做的菜好吃不？阿嬷好吃，不是阿嬷好吃，是阿嬷煮的菜好吃。阿嬷煮的上好吃。对，来，我来紧吃，吃物件唔好配话，知影无？哦。嗯。我讲上，歹势啦。阿芬有听到吼，爱听阿嬷的话，以后食饭唔好讲话吼。嗯。小感冒。妈妈去叫爸爸来吃饭哈。我家上，我来看凯秀起来未？啊，哪未起来哦？搁加好困一下。昨不是敢那感冒，人无啥爽快。好，我知。阿红来，妈吃。阿妈煮的小好吃对吗？起来啊！你想喏，你看，我会较静起来啊。哈？哪样呢啊？好好好，朱琳啊，多谢多谢，好好好。朱家哦，甲你养牛过啊。你药水滴落吼，规工拢变豆的，因蛋白尿真严重，脚骨增加咧，应该是药剂的问题啊。拄只吼，恁家病的朋友讲过啊，恁临时转去吼，过后会看。阿伯，肩小炎呢是毋是足严重的？这医生吼是大病院的主任啦，啊专门咧治疗这个药剂的问题，啊过后伊看一下、评估一下，比较较安心啦。医生，我妈妈搁咧发烧呢，阿仔帮我看一下。啊，你我先来保养。多谢阿伯。别烦恼啦，啊树那边唔是有讲啊？叫迄个药剂的权威看一下吼，应该就无问题啊。小姐，你若是看起来遐尼紧张吼，我等下转去会去甲我阿婶惊着呢。而且我就是脚较紧啊，啊其他拢好好啊。好啦，你紧来转。
安若无安怎，是安怎爱去甲大大？哦，这大间的病院吼，设备较好啦，啊，而且医生嘛是像咱阿爸熟悉，就想讲吼，去做一个较详细检查啦。是啦，卡桑，我阿爸讲，迄个医生哦，是大大有志的权威，肯定来去有检查，咱嘛较安心嘛。嗯，好啦，嘛好啦，进去。你啥物先起来无？免啦，摕来就好啊。我卡桑，我来去哦。我先来去哈。恁两个啊，外口风头啦，你别啦，家己你带入来，迄莫算啦。你来底算好无？弟弟要顾好啊。上回啊，哎、欸，阿妈你好，头家你无伫个哦？出去啊。哦，这是昨日叫我换碗啦。哦。我拢检查过啊，无问题，啊，放倒。放下就好啊。哦好。我先来走啊，若是有问题吼，再跟阮联络就好。多谢哈。检查这久啊嘞。哎，恁两个啊，唔好爬遐悬啦。啊，若照医生安尼讲哦，我这个镜头。你就要叫做小牙病啊！医生都讲啊，这么严重，你跟你讲生笑？啊，本来就是啊！你看，伊讲哦，叫我袂当摕上重的物件，也袂当上忝，爱食好，睏好饱，啊，心情哦，过一定要放轻松。这不是叫我做小牙，是叫我创啥？偏瘦。你敢拢无听医生讲，一款病互人上烦恼，就是平常时看起来无要无紧，都无听医生话好好啊保养，万一若是一牙起来，是会有性命危险的。是的啦，小姐，莫安尼啦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听医生的话，按时食药啊，好好保养，绝对袂让你烦恼，安尼好不好？等好啊！我爸有代志啦。各位有汤啦，摕去阿妈。哦，啊，同款哦，炖好啊，啊，叫阿妈食暗顿，静静啉。嗯，阿仔，安尼我来叫。进去。水。哎。哈哈。哎，苗香。啊，恁两个要出门哦？无啦，啊，来叫苗香哦，摕一羹物仔去给伊阿妈。嗯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先说，来。嗯。这吼，迄牛肠吼，摕去阿妈吃。哎，唔好意思。阿妈最近哦，胃肠无啥爽快。啊，得饱这样子，食几碎嘛应该啊。啊，无摕起来健康食咪用诶，来。摕啦，不要紧啦。多谢阿姨。嘿，阿姐吼是要给你诶啦。哎，那好意思啊。
就好，进去啦，哈。哦，好，阿姨再见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嗯，谢你喽。来。阿伯就一年吼，阿苗兄给你变啊。是啊，哎，这我替啦。我变啦。阿祖爷早嫁哈，阿艳芳哈，我看你大家真有缘呢。是啦，啊，妈年岁真大啊，阿唔敢再艳芳定来去遐陪伊啦。阿苗兄伊毕业了是准备种啥？你上去市场遐甲磨练一下。哦，行啦，你来啦。好。食茶啦。哦。哎、欸，我讲吼，这细仗吼有够辛苦呢。哎，肯少吼啊，着种腰椎病啦，啊，先惊着超劳啊，啊，偏偏因兜咧开迄五金行，哎呀，生意正尔啊好啦，啊，货是订啊规间啦，一搬来搬去，拢啊费力呢。无人愿意破病啦，啊，着拄着啊，尽量做啦。哎、欸，几啊摆暗时吼。我经过五金行，啊，看到迄细将吼要关门啦。迄门市包一皮皮是偌尔重呢？我看伊安尼细粒子啊，哎呀，我看心肝内吼有够唔甘啦。人会当平安无代志，就算真好气啊啦。啊，其实我去问过上阿伯，讲细将带天少去看伊时阵。已经足严重啊！啊，呾好好一个人，遮尔少年，安奈着种病啦？啊对啦，啊最近个目镜，你啊伊个脚有较好无？即边个弄车哦，实在弄啊足厉害个啦！伊个脚骨咯，要完全恢复，较吃难。加再一间休困就好个啊，现当个走车啦。唔是我爱讲伊啦，我感觉吼伊嘛真好命啦，啊无吼，参与财务啊，我遮大空啦，啊是看啥要该补啦。有啦有啦，伊有咧拼死趁钱啦。啊拼嘛是应该啊，所以我毋才讲伊好命。啊伊只要出去啦，加开遮趁钱就好啊。啊厝遐大大细细代事拢你咧该烦恼啦，啊一阵囡仔拢顾安尼好好啊，啊一个一个吼都缀去缀车啦。啊，啥卫军啊，遮尔啊细汉，哎，啊，即卖永全要去做兵，啊，毋着换卫军缀去缀车，都互遐囡仔较艰苦啦。尤其是永全，拄好要读高中，就拄着出来上解困难的时阵。逐工吼，伊来伫学堂上去走车，走到三更半暝才有通转来。当初我咧想，若毋是安尼，无得讲伊即卖已经太大汉。哎，你莫安尼想啊，无，伊也真正想要读大学啊。伊做兵转来吼，倒来读就好啊。哎，人讲哦，即摆去考试哦，都会加分的。阿伟安尼讲是无唔对啦，啊，只是感觉讲较对不起阿祖啦。你莫安尼想好无？遮侪年来，你做有够侪啊啦，拄会去天地良心。因为你毋知影啦，啊，永全是一个查甫囡仔，伊个性吼，甲严凤无共款。我嘛毋知影目镜里伊是安怎想啦，毋知是讲啊，主持永全的时阵懒散个性，啊是讲。永全是伊甲阿祖唯一的后生，伊对永全哦是足严格。啊，永全三岁对娘舅遐带转来，事事行行哦，拢爱对伊要求足悬的。为着这件代志，我定来甲劝讲，莫安尼啦，啊，伊就甲我冤家。啊，永全今麦大汉啊。有伊家己的想法啊，不过要对伊好，嘛敢若会当等伊做兵转来，炒几项仔菜，家炖一寡鸡汤给补补的。其他我嘛无法度做啥。讲起来哦，嘛真趣味啦。细将讲为着这件代志在轻分啦，啊，着为军一届破病，
会当来带回去迄个树篮白看。啊，看到我甲永泉煮鸡汤，就讲我对永泉比对千惠甲维君较好啦。讲安尼讲。来啦，坐啦。我甲你讲，唔那是熬不歹做，亲生老母嘛同款啦。哎，人咧讲啊，手心是肉，啊手薄嘛是肉。咱有时阵哦，天做足多，啊不过囡仔吼一个一个大汉，嘛是为家己的想法啦。啊，讲到这个人生啊，啊咧艰苦时阵呐，迄目睭一天开哦，就想讲。啊，到这个艰苦是当时的过了啦。啊，一天啊一天啊吼，安尼经啦，安尼拼啦，啊是无闲啊，拢无时间去想讲吼，啊，搁来嘞。啊，然后啊，啊，目睭一睁，哎，啊，人生啊过一半啦。哎，我艰苦嘛操，该我人生安尼注定过了了啊啦。哎，即马讲这有啥路用嘞？哎，讲到咱两个吼，啊，为少年哦，啊，比迄阵种吼，啊，比迄早大，啊，到今嘛，啊，经过吼，遮尔侪年啊，会讲实在嘞，咱嘛过吼啊，过啊十年好日子，即嘛算讲是出运啦，对无？到你啊，你即嘛做阿妈啦，哦，啊，细将哦，三个啦，啊，太咪三个，哎，加加起来六个孙嘞，我老叻嘞哦。讲起来吼。阿汤明，大家大哥真开明啦，查某孙仔嘛是安尼疼命命。汤明生三个查某囡仔呢，还可是大囝呢。不过你想吼，因为大家大哥应该是压力啦。你莫烦恼遐尔济啦，子孙自有子孙福啦。我若看吼，迄汤明吼，迄面上有够有福气呢。你莫安尼遐烦恼啦。安尼吼。莫莉乖，阿妹妹哦，就要一个人甲阿公阿妈去台中啊。你就和咪咪甲楚君做伙去台中好不？我爱莫莉上乖啊，嗯。你去找阿公算好不？好。楚君来。咪咪嘛要跟淑君做伙去台中，对无？对。淑君去台中，都爱听阿公阿妈的话，知影无？知影。啊，你搁会记得妈妈怎教你的洗手巾无？会记得。淑君，啊，你去台中吼，要睏之前。都会记洗手面的，知影。买迄冰袋，学袂乱洗，知影无？你甲姐姐，什么时阵会来？妈妈甲姐姐。真紧就去台中找你啊！嗯，
爸爸，后日哦，车人就要来载啊。我是叫你讲将唱片收收的，啊，你坐伫遐遐听啊。我总是会唔甘啊。这个物件也毋是袂当走去台中，你是咧唔甘啥？我是唔甘这个所在，你想看卖咧？叫我来偌济回应，亲像在眼前，母亲的